来关心电价，敢会阁起价咧？这礼拜的电价审议会哦，会有结果。行政院嘛，按算讲要半波台电1000亿，也毋过总预算是予立法院退回。传出讲台电评估讲年底，若输无这笔钱，这月的电钱哦，可能要爱起13%到14%。多民众党的立委是批评讲台电的这款讲法是威胁人民，威胁立法院。行政院长戴永泰嘛讲哦，伊个人的期待是民生用电卖起。也唔过，嘛是爱尊重电价审议会决议。电价伫咧四个正调起一边，做嘛团工台电伫咧评估讲，年底进程若是1000亿个半波无上无立效，十个电价可能爱起13%到14%，交货都不如到今年的亏损。尤其这礼拜国要开电价审议会，民众党立委张启凯质询行政院长杜永泰时阵。批评政府是情绪勒索，但过杜永泰强调，希望莫调整民生电价，但是尊重电价审议会决议。你们这是情绪勒索吗？甚至什么？这恐吓取财吗？先请经济部来一下，一定要给你拨补，你不拨补我就要涨你的电价。电价审议委员的这些先进们，都会观测到整个社会民生的需求，民生用电。绝对不要，这是我个人的期待，不要涨了。那是民生电价受到关心，明年政府水电费有算增加25%，也和立委质疑是叫人民省电政府山普遍有算。杜永泰澄清讲，是过去三年有算拢无反映起价，但是杜永泰官舍6到8个电钱，所有人别讲用了20000多。杜永泰承认有异常会去检查，用电的异常，我也觉得怪怪的哈，所以我们会请。电力单位来做一些用电的检查。一拿阿伯联手退回中央政府总预算案，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强调，原住民禁止错杀补偿条例公牛收购计效是三度通过法律，要求政府爱并有够预算。但是杜永泰强调，要维护法定预算的天数。对原住民、对农民的照顾，行政院绝对努力的把预算编足。我们绝对有柔软的心，但是。在柔软之前做不到，我们对宪法跟法定的预算程序好柔软啊，必须要维护，好柔软，必须要维护。民众党派是讲，将会伫咧停诉委员会退回预算案，要求行政院定编。但是杜永泰议员希望国会会当回复实质审查，也和总预算案条件的争议这么强调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